小腿骨的话从中间也断了，就骨折了，骨折的话他就站不住。看能不能小，他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成现在这个样？这个不好说，他有原因猥琐，有原因是肿了，感觉是外伤。外伤？嗯。那这个眼呢？这个眼一样啊。你看这个猥琐，这个凸凸起来。哦，那个凸起来得要点药。有病，洗药浴吧，洗澡。哎呦，他这个腿。嗯。我今天给剃毛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我看看怎么说，这你能感觉到它一丑一丑的吧？嗯，是身体有问题吗？全部后遗症？有可能，它确实丑。嗯，又开始。本来是既是后遗症，现在也好了，全完全好了。这个到这一点轻，很轻微，不影响。它这个因为全部后遗症的话，我害怕它会不会有可能向四肘再进行。扩散一下，再腌制，不会哈，不会。行，视力还是有的，视力有哈。嗯，那这个现在除了滴眼药水，现在就是多给洗还有浴，再给用一下那个眼药水。嗯，大概得多久？两三周吧。两三周，十五天。对，十五天，二十天。行。多大吧？做多少？做 B 超看，这个腿还有个更厉害的，那个，他这个腿啊，嗯，你摸一下，这个腿，这个后腿，只有一连接到一点点，有一根筋，还是有一个小骨头？好，乖，断了吧？嗯，别断了。但是感觉走路什么的都不妨碍，感觉不到疼呢。这得断很长时间了。因为我昨天抹了一下子，乖，也能看，这个也能做手术，还考虑做吧？他能恢复吧？试试看，断时间久了，他会就猥琐了。只能说我们把这样断了之后，我们再固定复位，他能不能走，那看自己。哎，但是可以复位。我看他，就只剩那一根筋了，然后全部给钉到一起了。他骨头对在一起。哦。没有怀孕，就是胖，就是纯胖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回去给问一下，腿的话是可以做手术，我觉得恢复应该还可以。
但是腿的话做手术得多少钱？你不定，两千多是吧？两千多，还得住院吗？肯定要住院，如果手术都要住院。那整体费用大概得多少？就给他两千块钱吧，我都住院了。大概不到三千。嗯。那个眼球如果是长时间，如果他长时间小不下去，没小下去，他后期的话会，就眼球会赶的话，角膜就不好，到时候只能让把眼球摘掉了。他那个不是影像里萎缩里头凸出来的吗？萎缩的可以凸出来的。萎缩的就是说正常用眼药水，那个凸出来的，如果是说后期没恢复，得做手术吧？嗯，把眼球摘掉。那就是先给照顾，嗯，实在恢复不了，然后。怎么去做这个手术？对，这手术得多少钱？眼球摘除的话，如果包括术后给他注记这样，1000到1500左右。那个、眼药水我用什么样的比较好一点？现在有，就是为了防止他眼球干是吧？对，眼药水就可以，倒没什么。这边哦哟，对，小腿骨的话，从中间断了，就骨折了。骨折的话，它就站不住。现在手术的方法就是从这儿打个板儿，给它固定住，这样。把存一张合住。你看现在得转大概多久了？我估计可能得两三周以上了。因为它的锻炼的话，都已经开始猫到了。手术的话，要把这个血片，打固定，他后续这样做完固定之后，因为他现在能正常的稍微走路，就是说这个腿不是特别的利索，做完之后就说会能正常去恢复一个正常的腿。应该他现在的走的话是他站不住，就是说没办法去支撑，知道吗？他是有力的，做完之后他固定了，我让他里面站着，能走。